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乾隆做广告。哦，乾隆皇帝还做过广告呢啊！这广告可了得，广告广告广而告之啊！第一，得货真价实；第二，如果由名人做广告，那影响就更大了。哎，这个力量是无法估计，但是最最主要的是货真价实，这个取信程度太重要了。你说的多花哨，哎，结果对不上号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这就不好了。乾隆在哪儿做过广告啊？就在北京啊。哎，有一年呢，乾隆皇帝上永德门外去行为采猎，回来天已经很晚了。这一天呢，累得够呛，是又渴又饿，还想点酒喝。他恨不得一步啊，跨进皇城，好好的歇歇，吃点喝点。但是不知为什么，马也跑不起来啊，自己这个精神头啊，也不行。正好走到前面大街这儿，哎，在鲜鱼口旁边那儿啊，有一小饭馆。这时候天已经很晚了，好多的饭馆子都熄火，哎，挑了灯了，哎，把幌也摘进去了，唯独这小饭馆还开着。呵，往屋里一瞧是热气腾腾啊，这小饭馆啊连个字号都没有，看来这饭馆不怎么样。这买卖铺户的字号挺重要，那当然了，要吃烤鸭子全聚德呀，酱牛肉月盛斋呀，想涮羊肉吃东来顺啊，哎，糖火烧那得是大顺斋的，吃点酱菜六必居，他得有个字号，人家就有个谱头，哎，一提起来，哎，想着买那儿的那货呀，也就是说那玩意儿啊，地道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饭馆太小了，就放那么三张桌子，有几条凳子，有的那凳子三条腿，那条腿呢用砖垫着，够可怜的。不过呢，这个店主东啊很会做生意，他呀早早的开门，哎，很晚很晚的才落幌呢，人家都熄火了全休息了，他这儿还干着，一直坚持到五更半夜，哎，谁走到这儿饿了打打尖啊，很方便，所以啊买卖还挺红火。他这卖什么呀？卖烧麦，就是一卖啊，烧麦小豆粥。嘿，您进来这么一吃，烧麦热气腾腾，现包现蒸，哎，小豆粥呢，烫嘴。你瞧，乾隆皇帝啊带这些人进来这么一看，嘿，这小饭馆不赖啊，就这儿吃点吧。有酒吗？有啊，您呢？就是老白干啊。那行，白干酒就烧麦，一人来碗粥。嚯，这些位都饿极了，坐在这儿踢着秃噜嘁的咔嚓，二十多屉烧麦一眨眼没了，那锅粥全下去了，那酒坛子里啊酒也剩的不多了。掌柜的高兴，呵，心说今儿来的这些位都是吃主啊，他不知道啊这些位打猎刚回来啊。吃饱了喝足了，算账吧。这一算账，乾隆皇帝往兜里摸，没钱。问了问他身边的武士，哎，我说啊，有带钱的吗？大伙一听，跟皇上出门带什么钱呢？我们也没钱呢。感情皇上没钱呢？这不算新鲜呢，他是皇上，这全国哪哪全是他的呀，他带什么钱呢？简单的一个道理，那财政部长出门哪能腰里总带着存车钱呢？说存车多少钱一毛，哦，他有时候腰里一子没有，但是他那笔一动啊就多少万就批下来了。皇上也这道理，
他没钱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人不让走啊！哎，我说啊，咱打那鹿呢，弄两只梅花鹿压这儿不行吗？那多寒碜呢！有人提醒皇上万岁，不能这样。怎么您是皇上？要不跟他说一声？我说我是皇上。哎呀，不能说呀！怎么咱这行为采烈，这不都化了妆了吗？就像微服私访那道理是一样的，哪能暴露身份呢？再说吃这么几屉烧麦，先告诉人家我是皇上，这也不得劲。好了，乾隆一摆手，我有主意了，把老板叫过来。哎，我说老板，哎，可以。老板没看出来，看不出来，他就以为啊，这准是一些老客啊，刚到北京来，再不就在城里住啊，横是出去游玩去了，游山玩水。哎，掌柜的没多想。您有什么吩咐？这个饭我们也吃了，酒也喝了，你这个饭做的不错啊，这烧麦挺有味道，挺好。这个那什么，掌柜的啊，我们没钱，没啊。掌柜的一愣，心说怎么这么寸呢？这么些位兜里都没钱。那您这个这样行不行啊，老板？我明儿把钱给你带过来，你看行吗？老板点了点头，这老板开明。他一看乾隆，再看看周围这些人呢，不像蒙饭吃的。哎呀，老哥，您这不说远了吗？这不是走您的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一顿饭您瞧得起我呀，明天几位高兴的话，还从这儿走，还从这儿过，您还进来歇歇腿，我照样给您呢蒸烧麦。一连几天，您别看我这铺眼不大，连个伺候都没有，不过您几位吃个十顿八顿的还没什么，我这儿啊二百多袋面后边存着。行，乾隆一看我没问你这个，那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地吧。啊，再见了再见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不起呗啊，方便就带过来，不方便这事儿就算了，送出老远来。乾隆也挺高兴，带着这些位就回了皇城了。第二天吩咐御膳房蒸烧麦，必须蒸的跟那小铺子卖的那一个味儿，蒸上了一盘一吃啊，不是味儿，再蒸还不行啊。哎呦，把这御膳房几位厨师给急坏了，这怎么了？万岁爷怎么忽然间想起吃烧麦来了？啊，这烧麦馅儿几乎全都用上了，牛肉葱馅儿一兜油，羊肉西葫芦啊，三鲜馅儿、六鲜馅儿、九鲜馅儿，够一鲜就往里头填呐。就这烧麦，皇上吃的都不是味儿，都不入那鲜鱼口旁边那小铺子那儿，他忘了。那天他饿的什么模样了？常言说的好啊，饿了吃糠甜如蜜，饱了喝蜜都不甜呢。哎呀，乾隆一摆手啊，御膳房做的这烧麦比人家卖的那差远了，那家啊撑得起北京城独一份儿。得了，去还钱去吧。不单还钱，那铺子不是没伺候吗？我给他起个名。说的这会儿，乾隆提起来御笔亲书三个大字，都一处。您瞧咱们前面大街那儿鲜鱼口旁边那都一处烧麦馆没有？哎，有好几百年历史了，那是乾隆在位三年开的那小铺子，感情是乾隆皇帝给提的名。这块匾放那儿一挂呀，可了不得，这吃烧麦的整天排队呀，排队排队的，那就解乾隆那年头留下来的，解这儿这独一处是名扬四海。